大家好，今天我们做蛋饼，肉末蛋饼。你如果没有时间了，或者懒了、累了、馋了，就推荐你做这个。蛋量可以放大缩小，放适量盐，几滴糖，打散，打散就可以开火了。那平时炒蛋呢，油要多放一些，有了肉了呢就可以少放一些，否则太油腻。油温温的，肉就下，马上给它打开，否则油一烫它就要结块了。煸炒到肉变色，我们撒一点白胡椒或者料酒去腥，再适量的盐，翻炒到它出香味，再一把葱花，翻匀，翻匀后再铺开，下蛋液，紧接着我们用筷子这样让蛋液漏均匀，然后转温火盖个盖子，蛋接得更快一些，差不多焖三五分钟它就会凝固了。然后我们翻面，那你技术好的就可以这样翻，要不然就像我这样老老实实稳稳当当。然后转大火控油就可以起锅了。那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